花了一个半小时哦，整整一个半小时才把妆造弄好，然后准备去那个露营基地，对，我之前住的地方，去那边沙漠拍哦。我现在脚不敢蹬一下，我怕一不小心裙子就卷到轮子里去了。我如果不这样防护一下下啊，基本上还没到营地，妆都已经掉了一半了。因为吹风的话，眼睛一掉眼泪的话，眼妆就毁了。你们肯定在想，为什么不那个就近的沙漠找个地方拍？就近的沙漠都被承包开采的，收费的呀。要用别人的营地，别人的摄影师。拍一套是600到800之间，我是这种拍视频的，还没有一两千，人家谁给我拍？而且附近就是没有被开采的，都是跟个喜马拉雅山一样，又高又陡，根本不可能爬得上去。只有这个营地这边，我住了那么多天，比较熟悉啊，人少。然后能够爬到里面去。
在沙漠里面拍舞蹈真的很难很难的，脚是一深一浅的，然后频繁的踩裙子，非常艰难才拍完的，所以记得3连点赞哦。一个人拍了一整天，然后又剪辑了2天，我就是骑行圈最才华横溢、文武双全的朵拉。